来到了吉打象嶼山下，可以把车停在这里的停车场。走过去的路上还有美食展。现在来到庙的入口处，庙是在山洞里面的。这座山寺原本就存在，吉打东江月祭巴龙之田前来可守。
再让气氛热闹起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下来呢，我想呢，今天的点唱一部分我有安排，那我就下来就陆陆续续的把一些好。施工为当场的信徒加持保运，施工和众师们一起画符为信徒加持。